就在学画画，隔着钢琴说话，别人在玩游戏，我却靠在墙壁背我的 ABC。 我说我要一台大大的飞机，他觉得大一台就叫录音机。为什么要听妈妈的话，长大后你就会开始懂了这段话。长大后我开始明白，为什么我跑得比别人快，飞得比别人高，将来大家看的都是我画的漫画，大家唱的都是我写的歌。妈妈的辛苦不让你看见，温暖的事不在她心里面，有空就多多握握她的手，把手牵着一起梦游。听妈妈的话，别让她受伤，想乖乖长大才能保护她。还是听妈妈的话吧，晚点再恋爱吧。我知道你未来的路，但妈比我更清楚。你会带着学习的同学在书包写东写西，但我建议最好写妈妈不会用功读书，用功读书怎么会从我嘴巴说出？不像你叔叔要教你用功读书，妈妈只给你的毛衣，你要好好的收着，因为母亲到时我也告诉她我还留着。对了，我会遇到周润发，所以你可以跟同学炫耀，独生未来是你爸爸。我找不到你写的情书，你千万不要送人，因为过两天。你会带自己观赏流行歌，因为咱们需要开始准备唱吻别。逐渐发芽，每碰到
时紧紧捉紧他，求缘分来多，便执手可到老。或艰辛的旅途再辛劳，亦深知不会再有更好。留起那花粉伤到你，如还能获有天生气，亦锁紧这个爱的印记。